六局留下半场上统一 Severance 队进行守备移动，投手李嘉祥退场休息，更换上垂背号79号姚杰宏，前半局代打的林丹安则正手捕手，二垒手更换上垂背号39号林祖杰。这个半局乐天桃园进攻第二棒钟玉成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主持人节目带来加油赛的帮钟玉成加油打球，安打安打钟玉成，我们一起安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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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乐天乐天乐天
好看。